实时其实是我做台北时间三部曲的第二部，它全部都是空间的录像装置，主要是我想要来截取一些关于台北生活的片段。我拍摄了十段不同的台北发生的活动，请我妈妈再演一次，但是我都把他们每一段剪辑成六分钟的影像。那当观众走进这个空间，在里面就是巡绕的时候，最终看完所有的影像，它又会是另外一个小时。那我希望观众进到这样子的场域的时候，最后发现，我也经历了一个我看着这些事发生的另外一个小时。Viva TV 与您分享艺术的美好。